中秋节一家人食饭，当然要就下长辈，食下佢哋最爱嘅中菜，不如就食顺德菜。呢、这个鸡蛋焗鱼肠色泽金黄，几吸引。然后系麻海雀炖大鱼头汤，捞起上嚟睇睇，里面材料十足。仲有糯米蒸糕蟹、骨香珍珠鱼，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烹调，各有风味。然后是虾酱芥兰爽肉煲，都非常野味的。最后是大娘炒鲜奶，都有香浓奶味的。